台湾的朋友早安，嘿，现在7点钟，跟你们打招呼好吗？嘿嘿，早安，哎，最近偶尔都会看一下国际的新闻。当然，我们在地球我们人类应该都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对吗？但就没有从前在香港看那么多新闻，因为我都知道，如果真的常常看新闻，会真的很非常影响心情，所以我选择就来到台湾就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但是偶尔都要了解一下，看见世界的新闻就有点矛盾。一方面觉得自己在台湾其实已经非常幸运但是另外一方面看见这个世界好像跟我之前想的就有点就越来越混乱，但是我想应该将来会越来越好，就现在经历一点点苦。就不是一点点了，对于很多地方的人是非常苦，但是真的希望世界和平，每个人都选择善良的心，我相信可以的。哎，祝你们平安喜乐哦！今天星期二对吧？希望大家工作顺利，嘿嘿，拜拜喽。